嗨，晚安，晚安，晚安，系啦，欢迎咧嚟到我哋星期一晚嘅 eBallLive 嘅时间啊！我系你节目主持人 GM 啊，咁啊两个礼拜冇见大家啦，咁所以咧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啦，新春进步啦，龙马精神啦，生意兴隆啦，等等啦吓，咁啊我都印象中其实咧今呢两个月咧，其实 eBallLive 都停过几集，都好几集嘅。因為咧，成日撞正嗰啲咁嘅假期日子咧，都係星期一嘅。大家唔知道有冇發覺，今年好多都係啲補假出現喺星期一嘅情況啦。咁啊，今年我哋未講波之前咧，係咯，應該大家應該過咗個幾歡愉嘅農曆新年假期啊，係嘛？可以講講喎。Hello， 大家冇買冇啊，食咗嘢啦。今日食咗玉子將軍漢堡啊，啱啱翻嚟，係頂唔順啊！一見到就想食，細個已經好中意食噶啦。咁啊～老 M 啊，點都唔肯將呢個包變咗做一個常客，就永遠都係一年出現一次咁樣，同嗰啲蝦堡啊、乜 Q 啊嗰啲一齊啦嚇。嗱，我都係 share 埋少少嘢先嘅。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咧會同大家講咩咧？因為話説就冇同大家做節目嘅呢一個禮拜啦，即係兩個禮拜嘅時間啦。咁啊，英超都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啦，咁啊當中其中包括的就是啱啱呢個禮拜啦，咁啊車路士就我咁講係今年爭標的最後障礙嚟㗎啦，係啦，因為之後的路途咧，車路士其實都應該冇乜問題啊，係啦，都冇乜問題啦，咁啊3-1亦都輕輕，除非自己甩碌嘅啫，係啦，3-1就輕輕鬆鬆咁啊贏咗㗎啦，咁啊另外就利物浦咧就踏入咗2017年咧。如果我冇記錯啊，聯賽咧係未贏波嘅，係啦。咁所以今日咧，亦都有人提及過，同我提過啊。咁啊，同埋因為呢兩個禮拜咧，林柏特亦都宣布就退役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主要嘅節目就分做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咧，我係希望可以長長進進同大家去拆解一下我自己眼中點解利物浦會搞成咁。OK。咁啊，其中我會睇下先同戰績場入邊着手啊，用人啊，甚至乎成套利物浦嘅波啊，去同大家講下究竟點解利物浦又翻嚟呢個嘅位置啦。因為大家識就識講咩，若要生活好就咪買利物浦啊、利記士多啊咁樣樣。但係係啦，喺我未開始講之前，大家覺得點解利記成一過年就甩碌咧？點解成日都係咁咧？點解上半季冇事？點解去到下半季又係咁咧？係啦，亦都點解呢一兩年嚟講永遠都係咁樣樣咧？大家覺得有咩原因咧？轉頭我哋會去一齊拆解一下啦。咁啊，另外第二部分咧，咁啊真係會同大家去重温一下，即係林柏特啦，係啊。咁啊，雖然時間唔係好多，係啦，但係林柏特係我近十零我睇波嚟講之後，我最中意嘅英格蘭球員嚟嘅。即係我最中意三個嘅啫，英格蘭球員，一個叫舒利亞，一個就係林柏特，仲有一個咧就極中意嘅，嗰個就係鹹嘢啦。鹹嘢都係到職業生涯後期，我先真係好中意嘅啫。咁啊，會講講呢個啦。最後節目嘅部分咧，就會同大家去講一講呢、這個護級唔係護級完咗呢個冬季轉會市場啦，同大家睇下轉會市場有啲乜嘢嘅特別情況發生，今年都幾特別嘅，係啦。咁啊，下集先同大家講下個榜尾形勢啦。而家榜尾咧就亂過亂世佳人啦，啊！哇 ，Cat 你講呢啲啊喂，台長我可唔可以閂個門先啊？嗱，大家等一等下，都係跌啲嘢嘅，瞄咗喎，係咪啊？啱啱跌瞄咗，好翻嚟啦！我哋既然系咁啦，唉，嚟台长，唔该，先帮我去一张相先啦。整烂晒啲嘢，唔好意思啊。好，咁啊，可以放大少少添啊。如果可以睇，得唔得？唔得。得。唉，就咁啦。嗱，呢个，唔好用翻原圖啦，因為睇唔到日期啊。如果係嘅話，嗱，大家盡力啊，盡力去望望啊。唉，唔該曬台長。嗱，呢個咧就係利物浦近幾多場啊？1、2、3、4、5、6、7、8、9、10、14場。中午之後。係啦，我啊特登咧，即係呢個聖誕快車開始之後。係啦，我就特登同大家就即係 cap 埋呢個聖誕節之前同埋聖誕節之後嘅。咁啊，其中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咧，就係大家睇一睇啦。係踏入新年之後咧，好彩係咩咧？好彩係得5場聯賽啫。其實踏入新年之後咧，利物浦只係贏過1場波嘅啫，就係喺呢個足總杯嘅重賽入邊咧擊敗越早球隊普利茅夫嘅啫。除此之外咧，
另外兩場嘅足總杯啦，另外兩場嘅聯賽杯啦，再加五場嘅英超嘅聯賽咧，都係輸曬，冇輸曬，贏唔到波啦，總之都係贏唔到波啦，係啦，甚至乎即係有陣時你揾個入球都唔係真係特別地太容易啊，就係咁樣樣啦。咁啊咩前四機會我哋之後再講啦，好冇？嗱，大家睇翻啦，其實咧去到上即係十二月月尾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三號贏曼城，其實都仲好地地噶嘛，係咪先？嗰下大家仲好好有希望。係啦，贏愛華頓，贏史篤城，贏即係曼城。咁啊，仲要係當其時咧，佢係唯一一隊叫做近一近車路士嘅。係。佢嗰陣時落後車路士大概六分，排喺第二位嘅。係啦。咁啊，仲諗住 O K。咁但係大家啦，第一樣嘢可以留意利物浦低迷嘅其中第一個原因係咩咧？第一樣嘢就係嗰個賽程嘅問題啦。嗯。嗱，望住啦，因為一路以嚟咧，其實英超上半季咧嗰個快車期咧就並不是太密嘅啫。嗯。係啦，咁啊，唔係話好多時候一手相錯。我哋今年成日都話利物浦車路士係佔有一個絕對嘅優勢嘅。咁啊，原因係因為唔使兼顧咁多嘢，好多時候一個禮拜係踢一場波。咁但係去到一月啦，嗱，十二月尾英超快車啊嘛，係咪？27-31挨完四日啦。跟住落嚟，大家睇住咯喎。二號即係48小時之後啦，唔夠48小時我記得。跟住八號啦，八號開始嚟啦，11、15、18、21、25、28、31、4號，冇停過。唔夠一個月入邊咧，佢就踢咗九場波啦。係唔夠一個月入邊就踢咗九場波啦。係一個月內踢八場波啊！係九場啊，一月八去到二月四添啊，呢度係九場波。你唔計二月四都當八場啦，已經。係啊。即係淨係慳一月的話都八場啦。唔係，如果慳一月，咁要慳翻一月二號咯喎。係咯。咁都係，係咪都係九場噶啦？總之就係30日之內就要踢九場噶啦。咁啊，對利物浦呢對波咧，我講過都幾次噶啦，即係早兩集我話，我覺得利物浦可能會出現一啲嘅危險嘅位置，就係話利物浦個板凳深度係極差啦。係啊。係啦，極差啦，而且就係話當之前就係文利，睇下先啊，大家講咩先？搞咩好似？喂，點解咁多人覺得我瘦咗嘅？咁開心嘅喂，新年大家都識講嘢咗啊，雞年啊，係啦。咁啊，繼續講翻啦。不嬲都話利物浦嘅危機出現喺咩咧？就係話如果有啲正選陣容咧係喐唔到嘅話咧，即係出現唔到嘅話咧，咁啊利物浦個危機感就即刻嚟到啦。人腳太固定啊。係啦，咁啊而隔三日踢一場，隔三日踢一場咧，以高普呢一種嘅踢法咧，我哋成日之前都話90分鐘都未必捱得過啦。係啊，你發覺成日60、70分鐘，利物浦都會即係跌咗鍋噶嘛。更加你話三日之後踢一場，三日之後踢一場咧，個即係個分別咧就會好大啦。咁啊，而且佢用嚟用去都係個10多個人啦，啱唔啱啊？嗯。嗱，咩收皮佢哋得收工啊你？好嗱，你啦。咁啊，好，大家好，大家好。嗱，既然係咁啦，我而家就同大家嗱，我今日叫做，因為啱啱雞年完咗，我唔係做咗太多公司嘅嘢，都係今日翻公司都係派下開工利是俾啲同事。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比較好心機同大家整咗少少圖片。我而家同大家睇下利物浦最近呢四場波嘅正選陣容，我哋逐張逐張睇下好冇？台長可以放大利物浦嗰個位置，其他位唔使你。O K。唔該，台長啊。好，冇問題。嗱，大家盡力睇啦，因為我都要盡力睇啊。嗯。嗱，呢一場咧就係呢個聯賽杯嘅四強嘅次回合賽事。係。咁啊，首回合利物浦係輸波嘅，輸一粒，咁啊翻眼飛路嘅主場啦。咁所以呢一場嘅主場咧，相對咧，佢係落足啲真功夫多啲嘅。嗯。落足真功夫嘅意思就係佢出翻大半隊嘅正選啦，正選球員喺度啊。咁啊，你會發覺噶啦，咁啊，龍門啦，卡里奧斯啦，而家。退落嚟變咗杯賽門將啦，米盧利又攞翻正選嘅啦。咁啊後防，詹士米拿、魯夫雲、馬迪普，咁啊另外呢個阿盧啦，阿盧好似講緊我哋阿仙奴 fans 咁。好，中場咁啊拉蘭娜、軒達神啊、安利簡啦，咁啊前面古天奴、史道列治、費明奴都熟口熟面嘅啦。有啲朋友都話啦啊，利物浦基本上係用死勝利十一人，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有啲位置都可以值得去。講一講嘅，咁啊後備上面台長可唔可以奧列治？仲有上面嗰個邊個嚟啊？你 chop 咗，睇唔到。chop 咗。係啊。我 chop 咗嘅咩？係啊。哦，咁啊冇辦法啦，咁啊由佢啦。嗱，呢個咧就係對住呢個修咸頓嘅時候嘅陣容嚟嘅。嗱，我哋再睇下一張啦。嗯。嗱，都話今日好心機嘅啦，係咪？咁啊喺杯賽聯賽杯出咗局之後咧，其實應該咁講。
上季大家記得高普第一次入主咧，喺大部分嘅杯賽賽事入邊咧都交出咗好成績嘅，包括呢個歐霸杯啦，同埋呢個我唔記得聯賽定足總杯咧，即係都喺四強啊、決賽啊咁嗰啲位出現嘅。係啊，係啦。咁啊，上年你知啊，高普其實都唔係基本上半放棄聯賽啦，聯賽都係棄下算下咁啊，作為一個重建嘅位置啦。咁所以你話我成日都話高普落。高普又好，保持天台好，或者其實全歐洲好多名帥啊，如果要落足心機同你踢一場半場波嘅話咧，應該佢哋個發揮係可以好針對性部署，好一流嘅。咁但係聯賽一個長途戰嘅時候咧，咁你唔同嘅調兵遣陣嘅位置上面就會有唔同啦。我好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知我知又係嗰句，高普一定知㗎啦，就係用死呢扎人，其實佢哋都會攰㗎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哋喺呢個足總杯嘅賽事咧，就會進行輪換啦。但係佢哋嘅輪換咧，就輪換得好徹底。大家應該記得就係未對呢隊狼隊之前咧，第三圈佢哋咪對普利茅夫啊？係啊，主場係打和零比零，係攻唔入普利茅夫噶嘛？嗰場波即係除咗利物浦 fans 之外咧，即係如果普通睇波嘅 fans 咧，可能有半隊利物浦嘅球員咧。是不識的乜水，即係佢一換係咁樣換法。當然嗰度係英格蘭越早球隊咧，咁件事都勉強叫做可接受，嗯，係咪？但係去到即係對翻狼隊啦，你會睇到正選陣容我圈咗四位嘅，咁啊，因為上面嗰排咧都叫做係常規軍嚟嘅，即係包括奧列治啦、費明奴啦、盧卡斯利華啦、韋拿杜姆啦。嗱，其實摩蘭奴而家都係即係邊緣嘅啦，係咪？咁另外就係卡拉雲啦，咁啊龍門都係卡里奧斯啦。咁但係你睇下下邊喎，下邊包括嘅 Woodburn 前鋒呢位，跟住中場呢位伊查利亞啦，咁啊中堅嘅高美斯啦，同埋右後防嗰位蘭度咁上下啦，應該咁譯法啩，因為我都冇睇嗰場波，係啦。呢四位嘅球員咧，大部分咧。就算你在 英超曾經出現過咧，全部都是後備換落嚟兩三分鐘嘅啫。部分球員更加係淨係喺杯賽先至出場嘅啫。甚至乎右後衞呢位難度啊，好似係第一場打正選嘅啫。今季喺即係一隊嘅賽事嚟講，咁你諗下喎，利物浦十一個入邊其實有四個咧，都係新到唔新嘅球員嚟嘅。咁而高普都講過啦。你話強如史道列治擺落去啊，都好似唔係好啱用，係咪？咁我都知道都係嗰句，你確實新人係需要磨練噶嘛，要有個磨練嘅機會噶嘛。但係呢一種嘅磨練方法咧，就未免就真係去得太盡。而家搞到咩咧？聯賽出咗局，係咪？杯賽又出咗局，你連跟住仲有機會去俾嗰班人去實戰嘅機會咧，都冇埋。去年對曼聯出過，都是去年的事啦。阿蘭度係咪？即係所以我會咁講話，呢場你話一比二咁，我唔係話去年見過冇所謂啊。今年嘅勝選嘅第一次啫，係啊。咁啊嗱，呢場就係咁啦。我哋攞埋下一場對車路士好冇？好。嗱呢場啦，嗱對得車路士你都知噶啦。應該是出最強陣容的啦，又或者點解佢對住狼隊要出咁多副選呢？原因是因為隔唔夠幾日咧，就要在聯賽撞場眼嘢啦。係啊，係咪？咁而利物浦係好係經過咗一月練沉咗咁多場之後咧，其實係一路都好需要一場贏波嘅，因為普利茅夫嗰場贏波嚴格嚟計都不能當練波啦，係嘛？係咪？一比零啫喎，大佬都係。係啦，咁你望翻正選十一人啦，咁啊，古天奴啦、費明奴啦、拉蘭拿啦、安利簡啦、軒達臣啦、維拿杜姆啦、詹士米拿、魯夫人、馬迪普同埋加爾尼，咁大家都知噶啦，唯一嘅就係阿沙地奧文尼啦，因為啱啱喺塞內加爾翻嚟啦，咁啊已經即刻要擺喺後備席噶啦，奧列治擺咗喺後備席啦，史道列治擺咗喺後備席啦，咁啊。基本上利物浦會用嗰十四五個人咧，齊噶啦，就齊曬喺度噶啦。因為冇用到嗰啲咧，就係喺後備席咯。因為如果冇傷冇病嘅沙地奧文尼咧，就即係高普眼中我覺得最佳十一人佢自己咋。沙地奧文尼咧就會攞咗拉蘭拿嗰個位，拉蘭拿就會打翻中場嘅位置。咁啊，韋拿杜姆好多時咧就冇得上場做正選嘅，因為阿高普都幾中意安利簡，唔知點解。
咁啊，呢個就係利物浦最佳十一人。但係我嘅問題就係好簡單一樣嘢啫，即係我講高普嗰個輪換嗰個位置啊。嗯，你見啊，呢場波嘅史道列治咧係打後備嘅，係抽後備，而且係冇出過場嘅。拉翻去上一場啊，台長。上場。咁點解呢場波上場有出啦？嚇！呢一場波史道列治都仲要係打後備咧，寧願派一個新到唔新嘅。Woodburn 係擺正選，而都唔用史道列治咧。嗯，嗱，費明路係咁多場都有出嘅，係啦。費明路係咁多場有出，而你發覺你發覺佢係跌跌地 walk 㗎啦，係嘛？然後嘅就係你明知即係我估啊，高普最佳嘅十一人入邊，佢唔會擺史道列治嘅，因為多次已經證實咗就係佢呢一套波好多時係好趕。前線三叉戟嘅大家互相之間嘅走位，係啊，咁然後幾次都話咗俾你聽，史道列治咧好似唔係特別夾，係啦，甚至乎連即係平以前嘅一劍封喉嘅能力咧都差咗噶啦。咁既然係咁咯，你杯賽你都係諗住出二線兵咯，咁唔通史道列治唔屬於二線兵咩？係咪？即係喺你眼中啊，唔係正選嘅十一人啦。咁而你其實呢場波你都想贏，你都想進級嘅係嘛？咁點解史道列治都要擺喺後備位咧？嗱，你我就真係百思不得其解，講真嘅。去翻下一張啊，台長。呢場直頭冇出，坐咗後備啫。坐咗後備啦，睇埋啱啱對上嗰場對後勝啦。唔係下一張嚟㗎。下一張。係啦。係。咁啊，又可以放大啲啲，睇唔到因為我。好。係得 ，good， 冇問題。嗱，咁沙地奧文尼翻翻嚟啦，費明路、古天奴啦、安利簡啦、伊達實啦，嗱嗱，你咪見翻就係呢啲人咯，跟住咪又係奧列治、摩蘭奴咯、韋蘭杜姆又冇份上咯，啱唔啱啊？咁啊就係呢個就係高普嗰個用人嗰個策略。咁啊，我講咗咁耐嘅嘢咧，我只係想帶出一樣我自己而家覺得好重要嘅位置，就係即係我由頭到尾咧，唔係特別太中意高普，我講過好多次噶啦，外長聽我講都聽到口臭啦，係嘛？係咪？因為我都話咯，始終德甲同英超真係唔同咧。即係我都話咯，體力要求爭好遠啦。首先第一樣嘢，德甲係一個好長嘅歇冬期嘅。如果你一個會賭波嘅球迷，你都 feel 到噶啦。英超你係 keep 住英超、英冠、英甲，連埋嗰啲蘇超嗰啲，你係 keep 住有得賭嘅。但係德甲咧係唞足成個月嘅。當中包括咩？當然啦，係因為嗰個場地嗰啲問題，有陣時都唔係好適合攞嚟踢波都有嘅。咁啊，另外就係德甲其實只係得18隊球隊啦，係咪？所以德甲嗰個強度咧，34場啫嘛。係啦，對比英超嘅強度，當然就冇咁高啦。第二樣嘢我都話啦，我百思不得其解一樣嘢就係話，從來都冇人解釋到俾我聽，我自己都揾唔到原因，就係點解高普離開多蒙特前嗰一季，拉斯嗰季會差得咁緊要啊嘛個成績，係咪先？我都話啦。我唔係話高普冇能力，我絕對唔係咁覺得，係啦。但係唔係因為我哋好中意係情感上情感睇波啊，係，即係意思係咧，我哋對一啲比較激情嘅教練咧係特別喜愛嘅，或者特別討厭嘅，係啦。即係大部分人咧就係、如果中意嗰套波嘅話，就會覺得呢隊波好熱血。我講咗好多次啦，所以點解有啲人好中意乾地，因為乾地喺場邊咧表情就好豐富嘅，係咪？又包括嘅有啊，就係、高普。因為高普很多時候都有啲咁嘅激勵球員嘅士氣上面嘅嘢，但係有陣時候一鼓作氣，作而衰，三而竭。我喺度諗緊，如果即係哇，即係好似打機啫嘛，我都話大部分都下戰嘴。係啊，你可你呢啲咁嘅或者得半條體。係啊，你呢啲咁嘅説話上面嘅可以激勵到人嘅機會有幾大呢？我特別記得嘅就係咧，上年歐霸杯四強佢哋反勝多蒙特，半場高普同啲球員講咩啊？你哋踢一場令你哋子孫都應該會感覺到驕傲嘅比賽。係。跟住呢句嘢，當然啦，呢句嘢點解會傳咗出嚟？係因為佢哋最後反勝咗啊嘛，贏咗嘛，而且好符合利物浦本身嘅杯賽即係殺手嘅位置啊嘛。咁但係咁如果嗰句嘢係咁 work 嘅話，咁而家放翻嚟聯賽點解都仲係？咁沉咧，係咪？咁啊，再加上就係話啦，一路你冇咁樣用，甚至乎我唔係話全隊下線嘴啊。利物浦呢隊波，其實只要前面有一兩個人係不在狀態嘅話咧，前頭嗰六個是但一個都唔得啦。係啊，都已經係大打折扣噶啦，係啦，都已經係大打折扣啦。費明路好攰啊嘛，係啊，我都話咯，你冇一場係俾費明路有得點樣休息過啊？係啊，呢個係嗰件事。嗱，我未講即係利記點解咁士多。
海鮮嘅時候咧，我再講一講就係話，咁嗱，我哋呢度係剖析緊利記嗰個板凳深度好不足啊嘛。其實就算我頭先我之前都講過，高普我都話，我預計高普冬季係唔會買人嘅。原因係因為高普本身信任嘅球員好少。係，即係我咁講嘅話，史道列治放豬，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反對嗱？呢度咧，我諗 chat room 入邊都唔少係英格蘭嘅 fans。史道列治應該都可算是英格蘭其中一個射術最高的前，即最好的前鋒啦，係嘛？喺冇傷冇病健康的情況之下，你諗下呢些球員在高普手下是冇波踢的，係咪？有陣時候你話即係佢前邊，甚至乎你話有少少即係奧列治啊，相對都適合踢中鋒過費明路啦，係咪？費明路擺低喺度就話俾你聽，佢係唔打中鋒的啦，啱唔啱？奧列治佢都唔中意用嘅，杯賽先至會出佢嘅，你想想高普要在轉會市場裡面買到他啱用的球員，你說是幾咁難呢？而他這樣說的話，他自己就會不用咯，不買咯，是不是？所以就會造成這個位置上面的就是說，利物浦在後備兵員上面可以和一線隊可以接軌的球員就真的很少。但是就算我繼續延伸我的討論下去，就算他有買都好，都不會立即放下，可能是可能同道波呢都是格格不入的，是的，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不過好彩的是什麼呢？現在兩條戰線都出了局了，兩條戰線都出了局的時候呢，利物浦很快就會面對的就是一個禮拜踢回一場球了，得回聯賽，是的。所以就算我現在又是大膽地 下定論，即是落個假設，利物浦我話嚟緊失分空間好大咧，呢句嘢咧係我早三個禮拜嘅 eBrief 講嘅。咁結果呢三個禮拜台長，我哋去翻第一張嗰張賽程表。三個禮拜前係幾時咧？睇下先嚇。對史雲即係贏普利茅夫咯，同曼聯打和一比一嗰場我記得啦。同曼聯打和一比一嗰場之後，我就話利記嚟緊失分空間好大，但係我估唔到第一樣嘢就係估唔到你主場會輸俾史雲斯，係咪？跟住贏唔到修咸頓唔奇啦，跟住輸俾狼隊啦，呢場我自己都係投注下盤嘅。跟住車路士嗰場，我同朋友講我話啊嘛，利記又變翻對強隊冇問題，對弱隊冧，所以呢一場咧我又唔夠膽買車路士嘅。咁啊，跟住啱啱呢場咧就再輸埋俾後城。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因為如果我哋嚟緊大家中意睇賽程嘅話，下週佢哋好似係對熱刺嘅。係啊，熱刺之後咧，就應該係再隔兩個禮拜咧，先至英超再有即係比賽聯賽踢嘅。基本上兩個禮拜後咧，我認為咧利物浦咧就會慢慢翻上正軌噶啦，唔需要套波有任何嘅改變嘅，暫時我會咁樣覺得。但係有一樣嘢要諗嘅就係話，大家請得高普嚟係咪？利物浦嘅球迷我諗都唔係滿足於今季希望純粹攞到一個歐聯席位啦。大家都是希望可能在高普的帶領底下是有機會衝擊下聯賽冠軍啩，是不是？但是我的暫時看法就是高普這種帶波的模式假如是不變的，杯賽勉強可以，聯賽這樣的長途戰呢都應該沒有了，就很難的，都是那句不是德甲，沒有揭冬期，還有德甲你當其時面對的就只是拜仁慕尼黑，其他球隊和你們的實力相距呢當其時呢是有一段距離，不同英超，英超場場困獸鬥，前六的對壘，前六你未必怕，你對著中下游又未必攞得曬分，是不是？而我這樣說的話，假設下季大家都想，即是利記的球迷都會想利記會攞到歐聯席位，那下季你怎樣買人先？第一件事，第二你怎樣去分配條戰線先？我現在只是用這個聯賽杯再加足總杯的這一個月的賽程，我已經覺得死人了，你已經即是一個月裡面你由有機會追到上榜首去到現在前四不保，那你想想就是說那你下季會是怎樣先？係啦，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值得大家去即係深思嘅，係啦。唔止你嘅，我諗利物浦高層都會深思嘅。係啊，咁究竟何去何從咧？咁樣樣一件事，因為你真係只係得一套波啦。嗱，另外啦，講完呢一塊嘢之後咧，我哋就再次去剖析我哋頭先所講，我就話要講下利物浦最近嘅頹勢。
點樣嚟啊嘛，係咪？咁我而家話咗俾大家聽，首先就係嗰個賽程上面嘅緊湊程度啦，另外嘅就係你個球員上面個疲累嘅程度啦。而所以呢兩樣嘢咧，要解決好簡單啫，賽程就會自動幫你解決㗎啦。利物浦只需要攞翻一場合理嘅勝仗之後咧，慢慢就會重拾正軌㗎啦。因為你話用人上面，我更加奇怪嘅，你知唔知奇怪到去邊咧？沙迪奧文尼完咗非洲國家杯之後咧，係要搭專機翻嚟。特登送佢翻嚟噶，特登送佢翻嚟，然之後嗰場波到要擺後備席，即係代表咩啊？你真係咁信唔過史道列治啊？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即係咪完全可以唔需要考慮球員嗰個心理狀態調整，甚至乎身體上面嘅調整咧？因為你喺非洲飛翻過嚟呢度喎，48小時之內喎，然後沙迪奧文尼係發生咩事啊？塞內加爾奠定敗局嗰球唔入嘅12碼，就係文尼射嘅。賽後話都冇咁快，執埋啲嘢上機飛翻過嚟。之前仲話如果練到波，仲練一堂添，係咪？練到啫，最後係啦，咁啊擺落後備席度，然之後你下半場都係要用，真係冰即係冰皮或者冰少到咁緊要咩？冇人到咁，或者真係咁唔夾咩？即係呢個呢個我真係好，我覺得未必唔夾，而係真係。頭先提過係阿高普真係咁唔信任史道列治，係啊，唔信任其他嘅球員咯，所以我話你真係好難去令到高普會信任別人咯。咁 that's why 就係你見佢即係好多嘢都係聯賽杯、足總杯，佢就會將一啲佢覺得有機會可以符合到佢條件嘅一啲嘅新仔試下咯，試下咯，寧願係咁樣樣咯。咁啊，咁啊，當然我哋讓結果說話嘅時候就出現咗，即係而家呢個嘅。情況啦，係咪？係啦，咁啊，跟住啦，我哋就去講一講嗱，台長可以先出翻嚟先。嗯。嗱，頭先就問咗大家一個問題嘅，就係、是、究竟點解利物浦經常性都劫富濟貧啦？係咪？第一樣嘢，我諗大家都認同啦。嗱，大家有咩原因覺得嘅嘢，全部打曬車，我會同大家即係逐樣逐樣講嘅。第一樣嘢，首先我諗大家都唔會否認嘅一樣嘢嚟噶。生活都講到難。咩啊？日要生活好呢句都講到爛。係啦，你都講到爛啦，係咪？或者阿仙奴嘅爭前四係咪？即係，但係我哋嘅即係已經係習慣咗啊！近呢五年十年睇起兩隊。係啦，但係我哋嘅討論要高層次少少，我哋要睇下究竟點解會出現呢個嘅？點解係 loop 咗五年十年都冇變化過咧？情況係咁嘅。咁第一樣嘢啦，就係、是、即係最簡單，利物浦好明顯。看過咁多次，大家都知啦。利物浦好明顯係一個擅長反擊多過打陣地戰嘅球隊。係啊，明白我講乜嘛？你無論係古天奴、費明奴、沙迪奧文尼，最出色嘅係咩咧？最出色嘅當然係佢哋嗰個速度啦，係咪？當最出色嘅速度嘅時候，咁即係證明咗咩啊？佢哋咧係好需要空間去跑動咧，先至能夠發揮到最大嘅威力嘅。咁所以對住強隊嘅時候，強隊好多時會選擇同利物浦，因為強隊啊嘛，係咪？尤其是仲要強隊主場，咁你會選擇咩啊？梗係同利物浦攻啦，係咪啊？有攻咯。當同利物浦攻嘅時候咧，佢哋後場相對嗰個空間咧就會大啦。嗯。大嘅時候咧，前面嗰三條咧就容易發揮到嗰個嘅即係功效啦。咁所以因為都係嗰句，呢樣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即係高普根本就係想係咁啦。如果唔係嘅話，冇理由奧列治或者史道列治經常性都冇得打嘅，係咪？咁所以啦，呢樣嘢就係去翻頭先我哋所講啦。去到你對弱隊嘅時候咧，喂，人哋梗係團重兵喺後防啦。喺到團重兵喺後防嘅話咧，你咪唔知點睇，你就遲遲都破唔到關。又或者一樣嘢就係、是、你只要一個半個人唔係好在狀態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全場都好似攻緊，全場利物浦可能控球70%，射門20-30次，入唔到波就係入唔到波。咁呢個會係利物浦其中一個點解對住強隊特別醒神，對住弱隊咧即係特別差勁嘅一個嘅原因嚟嘅。嗱，睇埋大家所講先。高普打弱隊都打無風，人哋大巴中路都打唔入。打弱隊變打到哦，係啦，嗱，阿 Kit Choi 呢個講個説話咧，我就會即係覺得好好，即係同我想法差唔多啦。因為即係等同咧，我唔知道大家咧，琴日或者前日咧，有冇睇學界精籃球精英賽？又或者大家有冇睇籃球？籃球你都會發覺噶啦，
打快攻，即係每個隊球隊有自己的特色㗎嘛。有啲球隊打快攻特別好嘅，有啲球隊三分特別準嘅，唔使特別講啦，係咪？係啦，以前有啲球隊可能打陣地戰係出色啲嘅，足球都一樣㗎。利物浦當前線係打快反攻嘅反擊嘅時候，前線兩三個人個場又闊嘅時候，佢哋咧要俾波咧，其實好有 intention 去俾嘅，因為選擇唔多，最緊要就係我走位嘅靈活同埋我哋默契之間啫嘛，係咪？但係當打陣地戰嘅時候，要發揮呢樣嘢嘅創造力嘅時候咧，就交唔到貨出嚟啦。咁當你一遲疑或者你一節奏一慢嘅話咧，人哋翻曬去，咁就冇啦。而呢一樣嘢咧，即係啱啱所講，翻曬去就冇啦。其實同阿仙奴係好似嘅，係啦。嗱，呢度我睇嗰篇文章所講就係話啦，利物浦今季最值得嗱呢樣點樣去反應呢？利物浦今季喺對手半場全球次數最少嘅七場波，咁喺對手半場全波最少七場，咁即係話應該佢長期個波都喺利物浦半場啦，係咪啊？係啊。利物浦個七場波咧係保持不敗嘅，但係喺對手半場全波次數最多個五場，喺對手次數除對手半場全波次數最強，即係利物浦應該唔住砌啦，係咪啊？唔共啦。利物浦係輸咗兩場波嘅，即係呢樣嘢係好數據唔呃人，就係我哋成日都係咁樣講法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啦，有人都話啦，好多時都係輸後防啦。所有嘢其實我呢幾點咧，全部都牽一髮而動全身嘅。利物浦後防解圍能力係非常不足嘅，龍門偶有失手，另外幾一對中堅好多時候咧都清唔到個波啊。咁所以有啲唔需要失嘅波，你又失咗。咁所以你即係咁咯。功不鋭，守不穩咯，又係啲老生常談嘅嘢咯。係啊，即係英華希啊，哦。喂，呢、這個轉頭講啊，喂，花少少時間講下精英賽，有幾多人有睇啊？有多人睇有睇，我先講，冇多人睇就唔講啦。因為咧喺嗱講真喎，我咁中意睇數據，喺對後城呢場比賽之前，利物浦嘅解圍次數係英超爆尾，爆尾，冇錯，即係會係咁樣樣啦嚇。咁因為高普好多時都鼓勵球隊喺後場就即係發起進攻啦。係啊 ，OK。但是對住侯城呢啲咁嘅擺重兵防守的球隊咧，咁樣樣嘅時候咧，好多時就更加容易甩波啦。因為你再加埋咩咧，就係、是、你發覺利物浦啊，無論係路夫雲、馬迪普、卡拉雲，甚至乎盧卡斯利華更甚啦呢件事，轉身速度都係慢嘅。係。當轉身慢嘅時候咧，人哋好針對性去部署你做咩咧？就係、是、專係喺你身後邊，即係傳啲波喺你身後邊，等啲人去飆你嘅時候咧，你轉身轉唔切嘅話咧，咪俾人甩咯。經常都係咁嘅，係啦。咁咧呢個都係即係利物浦呢幾場波，大家如果有睇直播嘅話咧，應該都好 feel 到嘅一件事情嚟噶。咁同埋啦，二十幾次射門頭先有講到啦，係咪？利物浦都好多浪射。即是在有得揀俾或者俾傳定係射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哋都選擇咗射。呢樣嘢咧喺上半季嘅時候咧係冇咁嚴重啊，去到而家下半季咧，可能因為佢哋狀態唔係真係太好，又或者可能因為攰啊或者點成啊，即係腦筋冇咁靈活定係腳部冇咁靈活咧，好多時都會選擇咗做啲禁區外嘅施射。咁但係而禁區外嘅施射好多時咧就變咗浪射啦。OK， 係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咧，亦都係重中之重嚟嘅。不過呢句嘢有啲廢嘅。利物浦咧，成季咧，就算對弱隊，因為大家記得啊，上半季對弱隊咧，同下半季對弱隊咧唔同啊。上半季 Ibrahim 都係咁講，咦？我發覺利記對弱隊都唔驚咯喎，炒喎、啊，除咗對住搬尼唔得之外，跟住其他你上半季去對住啲弱隊都實成冇黐牙嘅喎，去到下半季唔同嘅喎，其實個分別喺邊咧？其實個分別就係計頭先我所講，利物浦幾時打開記錄啫嘛？利物浦如果喺頭二十分鐘、頭三十分鐘已經打開記錄嘅話，半場內通常嗰場波都係炒嘅，就是、大開殺戒。有陣時個球場上面嘅形勢就係咁嘅啦。點解我哋成日都好多如果咧喺足球場上面，或者點解我哋咁多時都有數得拗呢？其中一樣嘢拗嘅咩咧？嗱，轉頭我哋會踢林柏特嘅嘛，係咪？2010年英格蘭對德國世界盃十六強，林柏特就射咗個波就眉底彈入。係啊。如果當其時彈入咧，半場就追和2-2。下半場係咩咧？從頭嚟過㗎啦。就從頭嚟過㗎啦。但係當其時呢個入明顯嘅入球咧，就吹咗唔入，結果半場咧就係落後2-1，下半場就臨就4-1啦。
一個入球入與否咧，對一場波嘅勝負嘅影響咧，實在太大啦。我講咗好多次，點解伊布拉普斯有時成日描述一場球賽，我都話運氣啦，運氣啦，係咪先？好黑仔啦，有時都啲人可能都會話我屌咁。喂，講真 ，G M， 我使鬼你，我使鬼你講咩？喂，大佬，咁你平述都好容易平述啫。但係世事嘅往往就係咁，運氣包括咩咧？就係、是、你隊波本身呢一段時間係黑仔底嘅。嗯。球員士氣、信心受挫，呢樣係咪運氣一部分啊？都係噶嘛，因為你呢段時間係處於入你就個人就頹嘅。你係處於弱勢啊嘛，睇球員精神面貌都唔同啦，係咪啊？你呢隊波順風順水嘅時候。喂，遇神殺神啦，啱唔啱啊？你睇下今季嘅車路士，你去到都係嗰句轉陣嘅頭六場勢如破竹，呢幾場好多時唔係冇得贏嘅對面啲球隊，嗯、但係我就係贏你啊，吹咩？就係、是、呢種狀態。即係連夏神嗰球嗰嗰球都話：喂，今季冇人入到咯，係啊，比斯都做唔到呢啲。係啊，啊講講下我自己突然間又唔記得咗我本身執緊啲咩講添，啱啱講咩台咗我記唔記得？運氣係啦，運氣上面使然，一球波入定唔入，對影響實在太大。嗯、利物浦大家揾下今季大炒嗰啲比賽啊，一定係入波先嘅。順㗎，係啊，順嘅時候咁講真，一場波輸一球又係輸，輸十球又係輸。係啊，咁我最重點係三分、一分定係零分嘅啫嘛。喂，你俾利物浦入咗波先，你係咪都要嘗試將條防線？壓翻出少少啊！你係咪都要嘗試睇下執唔執到一分啊？嗱，咁就啱你咪好打啦！放翻我大陸先第一個位上邊、嗯，前線空間越嚟越多，咁於是乎就愈取愈攜啦。打鬆咗啊嘛！而且佢哋嗰班人越打係越開心嘅，喺順境波嘅時候，咁啊所以炒咯。調翻轉啦，久攻不下，甚至乎利物浦好多場波都係做失波先嗰隊，做失波先嗰隊啊！唉、哎，咁你啊真係收皮啦！你哋狀態都仲要唔好，唔使講啦。嚼足全場，利物浦輸波呢幾場，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數據咧，如果你係看數據做人的人咧，靚、嗯、到不得了啊、嗯！但係咧，就連揾個入球都好難，呢、這個係利物浦嗰個情況。咁所以喺度做埋預測，利物浦下個禮拜咧就係對熱刺嘅。係啊，我説法利物浦對後城咧，如果你問我，我都係建議你買後城嘅。嗯，但係利物浦對熱刺咧呢場波唔買。打個和，係啊，呢場波唔買，講真，真心係啦。而跟住兩個禮拜之後，等埋國際賽期完咗之後，睇翻利物浦係咪真係如我所料，係可以重上翻正軌啦。嗯，好，台長，跟住我哋又入翻去啦。對曼聯嗰場都入波先，咁運嘅問題啦，嗰場就真係好嗱，咁嚟啦。睇先嚇，係啦，即係、我諗其實入邊，我想知而家 chat room 入邊有幾多朋友係。利物浦 fans 咧，可唔可以話聲我知咧？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啦。嗱，講完利物浦之後咧，跟住就同大家講下車路士啦。但係唔係再講咩三四三啊、乾地啊、咩咩咩，冇變過。勝利十一人，得一個位會變動嘅啫嘛，就係嗰位係帕杜定係嗰位係韋利安啫嘛。其他位都唔會變嘅，係咪？咁所以冇乜意思去講。咁但係咧，啱啱完咗呢一個禮拜啦，月尾去到月頭咧，泰利咧就送別兩位故人啦。離開即係球隊，又或者離開足球壇啦。其中一位咧就係即係為車路士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嘅伊雲諾域啦。早五六年前，大家嘅伊雲諾域，大家叫佢做咩咧？佢同華美倫都係齊名嘅，叫咩啊？大都士衛啊，係咪入球能力咧，比好多嘅中場咧都還要高嘅。咁但係去到即係摩連奴二進攻，幫車路士攞埋聯賽冠軍之後咧。啱啱車路士即係摩連奴俾人炒嗰年咧，突然間伊雲諾域就由大都士衛變成右路放題啦。好奇怪嘅，即係除咗伊雲諾域之外，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嘅，曾經有一段時間，巴里都仲喺熱刺嘅時候，當其時世界第一右閘係邊個呢？就係、是、國際米蘭嘅米幹，係啊，或者大家譯做馬幹啦，係啦，因為。即係之前國米都係歐聯冠軍嚟噶嘛，而且你發覺呢個右閘，哇，體力非常充沛，真係無敵，係咪？但係一夜之間一場歐聯賽事，佢就由世界第一嘅右閘變咗，變成一個若有所失或者之後放失失，係啦，一沉到尾嘅右閘啦。嗰場波就當然就係巴里嘅成名之作啦，真真正正即係你話之前一路都係英超山寨王啦，嗰場波就真係佢喺歐洲球壇上面。
揚名立萬就係嗰場啦。點樣傳波俾三秒之後嘅自己？點樣 keep 住硬爆呢個世界第一右閘？伊雲諾域都係突然間一季咧，就由天堂就跌咗落凡間啦，由凡間再縮埋落地獄啦。咁啊，今季自從轉咗三四三陣式之後咧，咁啊，乾地我都唔會，即係唔會怪乾地啊！大家都係咁講啦。你一套咁穩陣嘅陣容，而且我 keep 住一個禮拜踢一場啫嘛。最緊要順啊嘛。係啦，而車路士聯賽杯就好早出局嘅，足總杯咧，佢換咧其實都係換幾個嘅啫，大部分大半條夫添咧都仲喺度啊。咁你話戴維雷斯、加利卡希爾、艾斯比利古達打得好地地，咁泰利、伊雲諾域呢啲咪安心地坐咗喺後備席咯。咁但係當然啦，去到即係冬季轉會市場嘅時候咧，伊雲諾域咧就轉會就即係翻翻去俄超效力啦。咁啊，有啲朋友都會咁講嘅，即係以即係阿伊雲諾域喺英超咁多年嚟，甚至乎幫車路士攞咁多榮譽，立下不少咁多個汗馬功勞嘅時候咧，因為一個球員咧喺冬季轉會市場走咧。是特別黯然嘅，因為你季尾走嘅話，季中閃啊嘛，係啦，你季尾閃嘅時候，好多時咧都係大肆宣揚，或者慶祝送你走，因為季尾大家多即係得閒咗啦嘛，你可以搞好多唔同類型嘅歡送啊，又或者即係主場謝幕啊，又點？冬季走咧，大部分咧都係黯然地離開嘅，唔得閒同你慶祝啊！冇錯啦，有啲人就話，所以即係伊雲諾域咁樣走，相對上好似走得唔係太體面啦，即係又或者係佢值得獲得更加多嘅掌聲等等等等嘅説話都有嘅，係啦，而且有亦都有朋友都話嘅就係話，其實即係車路士今季打得咁好，即係無謂，即係點解要喺冬季轉會市場走呢？即係今年佢都係會係奪冠嘅其中一份子。咁但係我哋都討論嘅時候都係咁講啦。即係一個球員最重要係咩呢？其實都係享受足球啫嘛。最重要嘅係上陣嘅時間。伊雲諾域伴隨住車路士，其實任何冠軍都攞曬㗎啦。咁而且一個喺自己喺一個叫做能真係貢獻唔多嘅一季嘅賽事入面，就算攞多一塊英超獎牌或者攞少一塊英超獎牌。又有乜特別嘅意義呢？反而嘅話就係話，仍然有球會肯用佢嚟做主力，甚至乎會俾一份超過一年嘅合約俾佢哋嘅話咧，球員去翻自己嘅老家，都唔叫老家嘅，即係比較熟悉嘅地方啦嚇，近自己老家多少少嘅地方，佢都係俄超出身啦，係啦，咁亦都不為過。再加上而家英超收咗例嘅啦嘛，英超其實你只要攞到冠軍咧。英超就俾40塊冠軍獎牌，就任你派嘅啦。以前唔同嘅，以前曾經一定要出賽10次，係啦。後來就變5次，再後來咧就40塊牌，你中意派就派啦。咁所以點解上季咧有位球員我唔記得邊個啦？英超同埋英冠嘅冠軍咧同一年立曬嘅，因為上半季就仲喺里程，下半季就俾佢租借走咗，好似係丹尼森信，如果我冇記錯啊。所以伊雲諾域縱使翻咗俄超之後咧。其實呢塊英超獎牌咧，冠軍其實都應該有佢份嘅。咁呢位就係伊雲諾域啦。咁大家都知嘅啦，就係即係我哋由我哋睇波嘅年代，我睇波睇得最瘋狂嘅年代咧，就係阿巴莫域治啱啱入主車路士嗰個年代啦。即係當其時都仲係意甲盛，即係仲係都相對盛世嘅，因為當其時嘅祖雲達斯、國際米蘭、AC 米蘭實力係相當雄厚嘅北方三雄，係咪？當其時的車路士就只係剩翻泰利喺度啦。雖然泰利而家人喺度，但已經慢慢淡出咗喺一線隊，大家都了解啦，係咪？咁所以除咗伊雲諾域走之外咧，另外就再送別咗另外一位故人啦。呢位咧就係我頭先所講節目開始時候講嘅啦，十分喜歡嘅林柏特啦。咁啊，睇下先，但也容易受傷，講緊邊個啊？香港人精神。點解係都要同香港人畫上呢、這個即係上綱上線呢？有陣時成日啲人話香港人呢，即係我而家岔開少少講，反正我個 friend 未到，定係到咗啦，我唔知喎。係啊，即係香港人好中意嘅，啲人成日都話香港人好中意睇人撲街啊嘛，係咪？睇人撲街最中意喺邊度可以睇到呢？過年嘅時候應該係射龍門啦，係咪？據呢個非正式調查統計，啊咁樣講唔夠說服力。根據牛津大學嘅研究顯示啊，英國係啦，英國牛津大學研究顯示，射龍門咧，你贏錢咧係唔夠睇人撞柱咁開心啊。
原因係咩咧？原因就係因為睇人撲街。但係講真啦，其實唔係香港人中意睇人撲街嚟，其實人就係中意睇人撲街。我哋唔用睇人撲街啦，好唔好？我哋文化人、斯文人嚟噶嘛，大部分人都係中意幸災樂禍嘅。係啦，即係，但係去到災難嘅幸災樂禍嘅時候咧，嗰種嘅災咧，最好係。首先，第一同自己冇乜影響啦。第二，其實對當事人最好都唔好有啲永久性嘅創傷。因為去到好盡嘅時候咧，惻隱之心又出翻嚟噶啦。咁所以射龍門呢一種嘅，哎呀呢、這個時候突然間要嘔三兩千蚊出嚟，呢一種咧，啲人就睇得最高興嘅。嗱，咁啊，講下即係林柏特啦，係啦，撞柱冇錯。我特別欣賞呢位球員嘅原因就係話，我諗好多時候佢又好，謝拉特又好，史高斯又好，尤其是佢同史高斯啦。很多時候退了役之後呢，就很少聽到有任何球員對這些人的評價是差的。之後即對林柏特的評價和對斯多華度的評價都很相似的，就是永遠練習完之後都是會自己一個人繼續練的，是的，練射門、練走位、練什麼、練成斯多華度，可能練罰球等等的事，是對自己的追求的永遠是更高更加卓越的。因為大家很簡單，我都有講過啦，一個球員或者我哋有玩 FM 啊嘛，有玩 Winning 啊嘛，或者玩 FIFA 啊嘛，係咪啊？十幾歲球員，大家十幾歲都係繞童，我哋用繞童繞人好冇？十幾二十歲都係繞童，點解最後有啲人成就係咁高，有啲人最後就傷仲永咁樣樣泯然眾人呢？當中一定有原因嘅，而嗰啲原因只不過我哋做球迷好多時唔知嘅啫，可能性格嘅問題。可能家庭啦，係咪？可能係酗酒啦，可能係沉迷酒色啦，等等等等嘅，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原因。當然有一個冇可能避免嘅原因就係傷患嘅原因啦。但係其實除咗傷患都仲有好多種。你喺你嘅球員生涯入邊遇唔遇到一位伯樂嘅教練咧，去令到你提升一個層次咧，係咪？呢、這個就好大分別啦。因為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啊，摩連奴今季嚟咗曼聯，雖然而家曼聯仲係排第六。但是曼聯有些東西改變，我想大部分人都認同的嘛。拜利買回來的很好用，是不是？是啊。宗師、洛河、史摩寧，大部分中堅尤其是洛河，摩連奴調教完之後呢，是提高了不止一個檔次，是即是這個是摩連奴手下揮下的大部分的中堅呢都會這樣的，即是這個是即球場上面或者一個教練令到一個球員點樣去提高層次啦？嗱，我哋去後邊張圖好冇？嗱，咁啊泰利咧就喺 Instagram 入邊就寫咗篇嘢，就即係去致敬林柏特啦嚇咁樣樣。咁啊當然啦，今日我把聲又正常開咗啦，係咪？咁所以咧就可以同大家去讀一讀嘅。咁啊，佢形容林柏特，你係呢間偉大嘅球會入邊隊史入邊最偉大嘅球員，能夠嗱當然啦，其實泰利都好偉大啦，係咪？係咪？能夠同你並肩作戰，親眼見證你無私的奉獻和努力的付出，這些全部都是我的榮幸。在球場內外，你每天都好像教練一樣激勵著我和球會裡面的每個成員。我很懷念在更衣室裡面和你並肩的日子，懷念訓練完了其他人都走了之後都拎著代波繼續練習的你，你總是留在場上繼續練習射門。一個球季20個入球對你來說都還未足夠，你每年的目標都是25球甚至30球，我很喜歡你這一件事。我很懷念你在訓練之後還會拿著4個的雪糕桶訓練短距離衝刺跑，你為青訓的 球員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一年復一年，那些一起奪冠的美好回憶會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裡面。你已經贏得了一切榮譽，應該感到極為自豪，能夠和你一起共度這麼美好的時光是我的榮幸。648次出場，211個入球，這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偉大成就。場上場下你都是一個紳士，也都是更衣室的領袖。如果要我選一個人一起並肩作戰，那一個一定是你。你也是兩個很漂亮的女女的好爸爸，我很驕傲稱呼你做我的即 brother。祝願你未來一切都安好，無論你選什麼你都會拿到很偉大的成功。這個是泰利對即係林柏特嘅評價，當然由泰利呢個都係球會嘅 icon 去形容咧，去講咧就更加係不得之了嘅一件事嚟嘅。咁啊，林柏特嘅即係所以話我都話，我從來都冇見過一位中場嘅球員嘅入球能力咧，
會係好似林柏特咁高得咁緊要嘅，即係所以我係好享受中言，我都成日都話我其實都係一個迷魂黨，但係由2003年開始嘅車路士，其實我一路我都好享受睇車路士嘅波，即係有泰利有林柏特嘅時間，即係呢個係我所即係向往嘅。係啦，我哋去下一張圖啊，台長好冇？嗱，呢張圖咧就係呢張圖當然又加咗啲特效啦。呢張圖如果我冇記錯，就應該係艾森咧喺自己 Twitter 度上載嘅一張相嚟嘅，就係當年一齊攞冠軍嘅時候嘅一張對照啦。當然入邊包括咗即係艾樹利高爾啦、卡華魯啦、艾森啦，即係沙洛文卡魯啦、獅子啦等等嘅球員，去到最後而家仍然仲可以留喺呢一隊車路士一線隊嘅咧，就只係剩翻泰利一個啦。即係我成日都話，即係時間就永遠都係咁噶啦。我都話其實泰利而家係個人喺度啫。其實我哋都已經習慣呢隊車路士係冇泰利，即係喺球場上邊噶啦。只不過就係我哋都係啦，到泰利都終於高掛球靴嘅一日咧，我哋都會表示無比嘅懷念啊嘛。呢句説決定離開車仔嗰日咧，係啊，呢句説話我都講過好多次嘅，就係話幾中意嗰段時光都好，嗰段時光都會流逝啦。而且呢一啲人嘅離開，亦都話咗俾你聽，就係你自己嘅，亦都不再年輕啦。青春歲月都已經過去啦。當我都係嗰句，而家永遠見到球場上面好多揚名立萬嘅球員，即係唔計美斯、C 朗啦，好多新生代出嚟嘅，全部都細過我嘅。其實感覺都真係十分之差。係啊，即係呢個係我嘅説法。咁啊，台長，我再望下一張圖啊。冇咯，冇啊！下一張係嗰啲張轉妹圖啦，嘛嘛。咁我繼續講埋林柏特嘅時候咧，就係、是，咦喂，跟我 friend 到咗未啊？台長可唔可以幫我望一望？望下一望。好奇怪，如果到咗叫佢入嚟坐下。係啊。咁啊，剩翻嘅時間我都話啦，咁多年嚟，林柏特解釋即係做唔到嘅成就，球會級上面咧，佢就攞曬所有可以獲得嘅榮譽啦。咁唯一嘅就係國家隊上面咧，即係始終英格蘭，我哋都話有啲不解之謎嘅，就係解決唔到雙突嘅問題。係。究竟林柏特同謝拉特，大家好中意將呢兩位球員去比較啦，一時遇啦，但係一齊擺埋一齊嘅時候，就永遠都發揮唔到大家最佳嘅功效。一加一咧，加埋就細過二，甚至乎細過一添，係咪？尤其是巔峰的時間應該是2004年的歐洲國家杯啦，2006年的世界盃的時間，但是兩年都是在重要八強的關頭射12碼輸了俾葡萄牙。其實我咁講法嘅話，即我經常性大家都知啦，逢親大賽我都睇輕英格蘭嘅。但係除了其實2006年、2004年，即嗰段時間，我都覺得嗰段時間英格蘭咧係可能史上最好嘅，即唔叫史上嘅，近十零二十年啦，舒利亞離開之後最好嘅。即係英格蘭嘅國家隊啊啦，星光熠熠嘅確實係咪？就算連房中位上面都仲有一個夏格維斯嘅，夏格維斯都好一流啦，啱唔啱數先？咁但係都係始終運氣，即係佢哋係咪輸得好唔體面咧？都唔係好唔體面啊，唔係係啦，輸得係咪好唔體面？都唔係好唔體面啫，都係輸12碼啫，係咪？咁但係無可奈何啦，係嘛？係啦，而且。林柏特當其時球會上邊中場嘅拍檔係邊個咧？好多時米基爾啦，艾森啦，呢一類型好多時全部都係幫佢哋搶波嘅球員。謝拉特隔離嘅咧，起碼當其時都係一個沙比阿朗素，或者甚至乎短暫嘅馬斯查蘭奴。好明顯地話咗俾你聽，但係英格蘭放諸英格蘭上邊，祖高爾、林柏特、謝拉特、碧咸。更加唔好講前面嗰兩個啦，係咪？唯一嘅就係夏格維斯，前場上面用波嘅人實在太多，太多人都中意用波啦。所以最大嘅問題唔係雙突啊，係根本上就係從來英格蘭嘅即係領隊都揾唔到一個最好嘅陣容去令到英格蘭踢得順、踢得好，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一個嘅睇法嚟嘅，係啦。唔係，即係。有巴打話即係喂，個個都勁，加埋唔勁唔奇嘅其實，但係調翻轉其實呢十年或者雙突在陣嗰段時間咧，
英格蘭國家隊揀親嘅，都係大家眼中嘅好波之人。係，但係個好波之人係咪代表佢呢十一個好波之人擺埋一齊就 work 咧？係咯，我諗大家睇咗今年嘅英超嚇，睇咗嗰個形勢上面，大家都好 feel 到啦，係咪啊？或者嗱，經年年都有噶啦，英超自己即係所謂每週 best eleven 嗰啲，你見翻喂喺國家隊踢嘅嗰啲 best eleven， 佢係咪真係夾埋做國家隊就 work 咧？係啊，呢樣啫嘛。我哋翻嚟大畫面先，好冇？好。係啦。嗱，時間就差唔多啦，所以咧今個禮拜咧本身同大家講埋啲歐洲轉會市場嘢啊，甚至乎講下耶穌救世救曼城嘅故事啊咁樣樣咧，我哋都留翻下個禮拜先講啦。咁下個禮拜睇埋今個禮拜嗰場波係咪都仍然都係阿 Jesus 打正選，阿古魯打後備，係咪繼續有波入咧？我哋先至即係再去講下曼城啦，甚至乎嘅就係伊巴謙莫域啦，35歲，今季已經入咗20球啦嚇。仲有一個其實都係35歲入咗好多波，嗰、那個係迪科爾，即係呢啲嘢，我哋全部留翻下個禮拜 eBot 嘅時間再同大家講啦。J 死未啊？係啦，嚟緊3分鐘之後翻嚟咧就係 GM Show 時間啦。今集咧好啦，又有嘉賓陪我啦，係啦，咁啊大家都見過啦，咁啊所以咧轉頭同大家講下今年收嘅開工利是啦，同埋講下電影啦。我哋今個禮拜3分鐘後翻嚟見啦，拜拜。再講 eBot 啦。